你待到这个城市里面，妈妈辛苦也辛苦了。妈妈身边看城市里面医院看病情，还是对你辛苦，对你辛苦了。阿达，想不想吃火锅？可以可以。张鑫呢？行啊，那我们吃火锅是今天中午。不要问我，我就想吃。今天下午2点钟要到医院里面，然后爸爸做那个。老定图啊，2点钟要坐一个小时的那一种。2点半的时候。2点半。我们2点要到那里排队嘛，要在那里等着啊。嗯、吃火锅去啊！今天带着老丈人和小舅子。吃毛肚。吃毛肚，行。这个扔掉的。这个不要扔，哦，这个盒子不要了，这个盒子不要了。你电梯走过2个小时。什么都好吃啊！那你要减肥是减不了了，还减肥呀、啊？他说要减肥，减不了了。不减肥了，回老挝再减。里面坐，里面坐。全都是牛肉吗？啥玩意啊？是的啊，让爸爸和弟弟尝一下中国的牛肉做法和老挝的牛肉做法的一个区别。在你们家杀一头牛就直接的炖了一锅炖。学一下这个，吃一下这个，他回去之后就会怎么做了。上菜了，上菜了啊，好干净的感觉。哎呦，你要说谢谢姐夫。自从我爸我弟来了后，我是这样子的，要自己动手了。还是变成服务员了。不喜欢出钱不行。不行，要熟透。10、9、8。你煮都没煮，放下去。这个牛肉可以吃了，嗯，哦，太爽了，过不过瘾？过瘾。阿达好不好吃？下次到你家里面去，我带一些火锅底料过来，到你杀一头牛吃，可以。上次杀的这个毛肚也是这么吃的呀？视频为证。这么多的做法，做牛肉是我们地方嘛，才要一两样不是，做不起啊。花样多，他说这个牛肉可以做这么多的花样。啊，他说你们那边只有2种是不是？只有1-3种就可以了。1-3种啊？吃这个啥的？这个肉好吃，这个肥牛啊。吃饱了没有啊？吃饱了。吃饱了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啥？我家的牛要是能卖到这边就好了。你家的牛卖到这里啊，那就发大财了哦。这头牛估计卖到这里的话，就还不止10万。你卖给他10000，他可以赚9万。他可以赚9万，是。你要不就学一下这个技术，到云南那边开一个这样的餐厅，然后拿自己家里面的牛到老挝那边也行。老爸卖给你。然后你可以赚9万。现在牛肉吃完了啊，去那个医院里面检查身体。老规矩，一人一个。这两个是出来，你在那边，我在这边，这是进去的。啊。先下后上，是的。外面就舒服了，里面太热了。里面热，走啊，医院在这里。怎么出来啦？你弟弟在里面做翻译。他能听懂吗？医生说的他能听懂不完全。我不知道，我说不行的话就叫我进去。那你为什么要出来？那医生那个才这么大，见不了这么多人呢、啊。好吧，你也出来了，爸爸能听懂吗？哦，出来外面等，等一下喊过去。阿达喉咙吃多了，再来气了嘛？啊，喉咙气了，我喉咙吃多了还有。
找到没有？可以了，可以了吗？全部都出来了。那找医生还是跟他们说一下就好，他立马帮我们把那个结果打印出来了。哦，那找谁看？找这个医生看。希望我爸没事。男生请。这下开心啦、啊。没事，以前那个药都不要吃了。不要吃了。是的，他这个是身体机能的问题，就是年龄大了就盖不了那么多体力活。医生说，感谢老铁们一直以来对老丈人病情的一个关心。今天检查结果出来了，然后医生也看了啊，老丈人的身体是没有任何问题，一切都是非常正常的。以前出现晕倒可能是劳累过度，或者是感冒了，或者是8+1整多了的原因。现在医生的建议是补充好营养，按时休息，不要劳累过度，不要去做超出自己身体机能范围以内的事情。用我们湖南话说就是不要拜埋。现在真正一直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了。远嫁的姑娘不容易，以后真正在中国生活也少了一份牵挂。在这里再次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关心，谢谢你们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也辛苦家人们帮我们点亮小红心，点个关注，给我和珍珍在自媒体工作上面再添一份鼓励和动力，谢谢大家。啊，这次把你土豆也来了。这个土豆很怕里面皮肉也能我们了。说什么？说普通话嘛，我听不懂。跟我爸说以后少喝点酒，尽量不要喝，干活了累了就休息，不要干得太那个。但确实这样，阿达，以后要少喝一点酒，喝一点点就行了，然后要少干一点活。年龄大了啊，就是身体机能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，就是累了就不干活了，喝的差不多了就不喝了，那种感觉。苦力待到这个城市里面，妈妈苦力辛苦了，爸爸身边看城市里面也看病情，还是苦力辛苦。你听懂吗？听不懂。他说你带他来大城市看病，来带他看大城市，辛苦你了。姑爷的意思就是说，女婿的意思。哦，这样子，那没事，这是我和珍珍应该做的。珍珍嫁到中国来以后，你在老挝了，珍珍也不知道，也照顾不到你啊。我和珍珍都，所以说你们要自己保养，自己注意。身体不好的话，真正等下在中国也担心，这么远回来又不方便。你不喝酒，身体好了以后还有机会来中国，再带你去北京、上海更大的城市。是嘞。是辛苦你们姑爷了。以后这么大，我不辛苦。不辛苦，是的，不辛苦。以后回去了，给妈妈也办个护照，到时候下次的话就带上妈妈一起过来，你们两老口子一起过来。不会坐车啊？你们两个人过来就有个伴，因为我和珍珍的话，平时就像晚上就没有陪你说话什么之类的，是不是？你一个人就不好玩，妈妈过来了，你们两个人可以聊聊天。白天在外面玩了，晚上回家了就可以两个人讨论一下。晚上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坐车啊，又要累一天。明天我们出发去广州了啊。我不累，我们就坐着车睡觉。明天去广州看大城市，带你爬到那个100多层的楼上面去，有400多米高，好像是400多米还是500多米高。我爸还没看到从高上面看城市啊。我们是啊，现在住的也是2楼。是啊，我们都是在下，就是在平层上面开大城市嘛。明天到了广州，带你去那个广州塔小蛮腰，那个好看，下面都是高楼大厦，全部给你开到大城市。可以，姑爷。